今天来到加州，在 San Jose 这个地方 Red Hill View 机场里面的 Nice Air 这间飞行学校。这间飞行学校是老板是日本人，但是有一些台湾学生在这个地方，所以今天我们落地落在这个地方，已经是晚上了，那也没有太多学生在这个地方，那我们还是有机会进来参观一下，看一下这个学校。这学校规模不太大，这是一个两层楼的建筑，两层楼建筑物上面的灯亮的地方是他们的学生的读书的地方。我们从大门口走进去，一进来是他们的 dispatch center， 那有一些小的，有些小的 pilot shop 的东西，防毒啦、耳机啊、考试用书啊，这些东西。OK， 然后过来这个地方是他们的考试中心，他们直接就可以在考试中心做考试。里面就是，里面有三台电脑可以做考试。再来这个地方是老板的办公室。然后这个地方是飞行员休息室。OK， 可以看到学生教官跟学生准备飞行中。这边是洗手间跟后面 maintenance 的办公室。主要的教室是在上面，所以我们可以沿着楼梯走上去看一下。这就是刚刚我们昨天看到的教室，学生正在念书。那这是另外一个学生的休息室，然后这是他们的主任教官。大概就是这样，学校并不是太大，一个比较小的学校，主要的学生以日本人为主。那他的学费制度是 pay as you go， 所以你飞多少赚多少。当然，好处是你的现金可以不用全部压在这，坏处是价格可能需要重新确认一下。